今天是2020年6月29日，今天学习的钟表词汇是 Index 快慢针。3月25日我们学过快慢夹，那么快慢针和快慢夹呢，其实就是一个装置的两头。我手边有一个特别鲜明的快慢夹的图壁，大家可以发现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学过的快慢夹装置，而这边呢就是快慢针。实际上快慢针的指向的刻度其实就是能够调节钟表走时快慢的啊。你如果这个表走得比较快，那你就相对应的往慢的这个刻度去拨一下，所以呢它们实际上是起到调节钟表走时快慢的作用。我是常伟，很高兴每天给大家学习一个钟表词汇。